是垃圾十分钟台女三年后告洋男性侵，下又阿豆欺负台湾女生，说话才会结果亲了十分钟，接着要拉他的手摸鸟，亲了十分钟，真的不是两情相悦吗？这荒谬的故事发生在三年前，定居台湾多年的欧洲视觉男艺术家在脸书广征模特儿做脸部彩绘。被害女子称她自愿当模特，第一次互动正常，单纯作画。几天后，她又到画室找他，艺术家突然亲她，亲了约十分钟，手还摸她胸部，甚至拉着她摸尿。她抗拒下，艺术家才收手。女子原本无意提告，后来发现有其他受害者，才在三年后提告。但艺术家出庭时完全否认，说只有约这名女子一次，单纯作画，根本没有第二次。仅仅认为接吻长达十分钟也不是强迫的，女子不想摸尿，艺术家也罢手，况且在三年后才提告也不合常理，认为罪证不足，不起诉艺术家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